起眼前王西华，不能说他倾国倾城，但是总有那么一股熟悉感，感觉他就像林家的大姐大嫂拍的一系列农村剧，他的经典女性形象深入人心，可以说这就是观众缘吧。王西华农村剧一姐，近日有传言整容打瘦脸针，于是深夜发文回应，大姐现在成这样，就算老了也是纯天然，大姐从来不靠脸吃饭，没那功夫也没那条件，更不会有什么后遗症，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用心拍的戏，而不是别的，谢谢你们，好人一生平安。王西华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，是北京人艺的演员，妥妥的老艺术家级别，作品当家的女人、黄大咪、小麦进城、抚养女人，被称为农村戏艺姐。其实只要自己为演戏付出了努力，那就何必在乎那些流言蜚语。抚养女人剧照，王西华的老公是沈航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、编剧、导演，两人在胡杨女人结缘，当时拍摄条件很艰苦，两人互相打气，互相支持，暗生情愫，两人于2011年领证，婚后两人夫唱妇随合作拍电视剧，黄大咪99打了女儿，岁岁年年世世红，王西华全家福，王西华能走上艺术道路，不得不提站在他身后的父亲，著名画家王自美，是父亲的熏陶培养，让他走上艺术之路，就连岁岁年年世世红这部电视剧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。王西华胡杨女人剧照，那会儿真美，现在也美，岁月沉淀的味道，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偏偏靠实力，没实力谁敢说这番话啊。